若早知是今日结局，何苦汲汲营营误了一生。我这一生利用过太多人，还请先生怜悯。我负了燕翎的满腹痴情，我一定会回来娶你。可是燕翎，我想当皇后。这一生我做了太多恶，大厦已倾，高台已覆，也该轮到我这个妖后伏诛了。以己之命换区区一个张哲，求大人应允。江雪宁，这一次一定有办法能闯出一条新的路。人活于世，谁爱你，谁重你，谁又需要你。有些事就算重来一次，我也还是无法撼动分毫。江雪宁，我要你。我叫云微山，云朵的云，衣衫的衫。真是个诗情画意的好名字。他说这批进入峡谷的新娘里，潜伏进来一个无锋的刺客。你是无锋细作，虫子进坑了。天地玄黄，不许冒险，全部处死即可。魑魅魍魉，不喜欢。话说阴元阁有一小仙名祥云，因误打误撞与战神出空一同跌入红尘井之中，开启七世情劫。这出空仙君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他可是拥有通天神力的麒麟神族二殿下。你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本座预定的历劫仙侣了。你这转折转得太折了吧！我才三千岁，他都五万岁了，这不是爷孙恋，也得是老祖宗恋了。看我这目录：霸道皇帝小娇妻，高冷仙君最给力，尺度再大一点。仙君，仙君，吉时已到，下凡仪式现在开始。仙君，祥云，不是吧？师父，和小祥双修吧。刺激情节安排上。原来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。万千红尘，
冥冥众生，我一直在找一个人。自古以来啊，不来吧。少女的心思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懂的谜题。作为祥云仙子，对初空仙君是怎样一份感情呢？我从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好像认识许久许久。师父的心跳是因为小祥吗？逢人的聘礼，陆海空扶不上。在我许下后悔战果，回来和本公主酿的海棠花酒。下辈子，下下辈子，你都能找到我。我过去的人生有你，所以未来也希望有你相伴。同生共死，永不分离。照这架势，姻缘阁又多一靠山女婿。让我们一起欢迎宝兴最亲的管理合伙人徐四先生。你好得意呀、啊！别这么得意行不行？要干什么？你别吐我身上啊！江大小姐，第一顺位继承人，继承力大比战。你疯了！你少在假惺惺的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惦记着腾云的这块地。你是不是想要夺我江湖的管理权啊？你看这个价格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有什么不甘心的呀、啊？你哪来的钱啊？我来想办法。给我下来！你看也没什么事儿。你终于忙完了，我是真心想租厂房。我们之间没有商量的余地，破费了。来腾月当设计师吧。你凭什么要我设计？和我一起做腾月吧。我再想想。别给我弄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我现在是在求你。你这样谈生意是很无赖的。无赖是因为走投无路。好吧，这次我们好好谈。怎么就突然不一样了？你在腾韵这事儿上吧，是动了恻隐之心的。他现在的处境也不好过，你要是能帮帮他呀、啊，我当然得参考你的意见。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让你快乐。大少站开！谢谢你今天安排的这一切。毕竟我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伙。天底下就没有不拆伙的合伙人。公司拆伙，我俩也不会拆。以另一种方式延续，你介意吗？妖乃天地造化之灵，生于空幻之外，存于虚实之间，或形如缥缈，或状如确凿。人分善恶，妖也有好坏，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是谁。这世上真的有妖吗？他们都跟我说那是一场梦，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不是。阿夏，忘了我。你知不知道你身上的血脉代表着什么？人和妖为什么不能一直在一起？是妖是人，他有这么重要吗？谁？为什么你把所有人都忘了？你这个妖，你不是人。你知道什么是爱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能不能回来啊？想进无忧境，再等十二年吧。就人这件事啊，
是会上瘾的。指挥部决定把最大的一个招呼点交给警察。我们和平陆战，随时留战斗，战斗必开始。我是叶寒，一个对任何事情都能做到从容冷静的人。我一直在等待一段真正的热恋。我是李潇潇，一个随时可以侃侃而谈但却对爱情不那么勇敢的人。可我憧憬爱情，执着地等待着它的到来。那天一个转角偶遇了。你从哪儿来啊？从榆林。从那一天起，我的侃侃而谈不见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从容冷静都不见了。当我每次难堪的时候，他总会出现在我的身边。三二一冲。一天一天的相处中，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向他靠近着。潇潇，谢谢你来到我身边。也谢谢你来到我身边。我相信爱情存在于点滴的浪漫里面。我相信点滴的浪漫会带我找到那个对的。我找到了，找到你了。不是偶遇。今天我决定表白了，他会答应我吗？蜘蛛乃天地之圣，为何无不破？看来这芙蓉城真是要变天了。我们的计划终于要开始启动。谁是棋子？谁又是执棋之人？有人故意设局。难道这一切都是个骗局？而始作俑者就藏匿于国玉妖师之内。此事背后定有更大的阴谋。非常时刻，行非常之法。共度明海之危。只要一点火星，你能将整个芙蓉国烧为灰烬。国玉妖师，他不光是一种职业，更是一种信仰。前路凶险，你们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突破重重险阻？你布这么大的局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这次可是拯救天下苍生的大事。嗯，哼，没想到你也有一天会为了天下苍生而考虑啊。嗯，估计天下苍生也没有想到吧。顾九思，那个臭名昭著的纨绔浪荡子。玉如名字都俗气乏味，这玩意讨厌。他这个人粗鄙无礼。顾玉如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他才有病呢。他姿色平平，心机深的，好一朵黑莲花呀。例如你等着吧，这时候不反击，他算不算男人啊？来人啊！你得意什么呀？顾九思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大点声！听懂了。别动，你好躺着。没事吧？以前是我的故事，我给你赔不是。其实顾九思他人很好的，他英俊潇洒，才思敏捷，他心里有我，我心里也有他。开心吗？开心。我们一起来。好，不起，起不来，不起。起来。我说了我是软骨头。这么好的景色不拍下来发朋友圈真是可惜。扭转的情景。哎呀。
师兄也在，就没有我办不妥的事。是系统开掘宋南用的系统，根本就两拖后腿的。到底是谁设置的这个破程序？圣木哥哥，可怕！敢问阁下想好了如何使劲的吗？我们先定个小目标。新鲜的蔬菜来啦！甭管做什么，我都能做到最大最强，只要卖遍全镇。傻了吧？想不想去悦来酒楼吃饭？我就是带你来开阔一下眼界。娘都不认识了？这不是张老太太显灵了吗？娘，这连家一家都什么人？简单调查了一下，我杀他！谁敢动我国人？都是连家人。功夫在这唉声叹气呢，继位了吗？碗刷了吗？钱挣到了吗？和贤，最年轻的行政总处。本集团开除和贤，永不录用。我失去了，我一定会夺回来。我拭目以待。花子，甜品大师。我想继续参加点心大赛，邀请你一起。那我跟你这个点心小白一起组队，不是委屈我了？你跟我一起组队，你占便宜了。从哪儿跌倒，在哪儿站起来。我们一定会交出一份让你满意的感觉。今天这场比赛，咱必须赢。点心战队要大显神威了。向全世界宣布！加油！我和贤回来了！我们的人生啊，这个肯定未来的幸福生活都在前方等着我。我叫李英男。哎，老婆，上午你再多给我打两拳啊！家里电卡还没响。这种人，起来。不留情吗？徐仙，徐仙，我们公司的钱现在只能维持半年。不可能！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指望我？我决定了，要把婚离漂亮。闺蜜爱英，没人关心她叫什么，都只知道她是谢太太。谢太太，您看，你虽然是主理人，但你首先是谢太太。她叫英小美。英绿。工作起来就没完了。作为您的代理律师，我一定会帮您夺回属于您的部分。我想你的时间仿佛有一万个小时。就不要这么夸张。其实现在的女性有很多种，她绝不是单一的，也不是绝对的。我想试一试写属于自己的故事。未来简直是光明无限啊。一切看上去的偶然都存在某种必然。在我看来，网络里的世界或许更真实。你在藏着什么呢？不想好戏。